哎，小王，黄宇轩没来啊？他说身体不舒服，要休息两天。哦，有事吗？没事没事。这家伙，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。窗口那码转换程序都给他一个星期了，还没弄出来。怎么，见着我火了吗？没看见。季总，您提出的通译软件是非常有发展眼光的，咱们应该马上开发，这样呢，咱们才能从根本上领先于新视窗。是啊，我也希望你能尽快的把这个一灵通的升级版搞完，然后呢，和徐老师他们一块儿投入到通译的开发上来。季总，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吧。我有种感觉，而且是好多同事的感觉，咱们这个公司快变成家族式的公司了。虽说您是董事长，可是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人在操作嘛。小黄，我看你是多心了吧。在咱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徐老师把他女儿动员来一起干。也是为了公司啊。再说了，公司的运作也是董事会做的决定。大家都知道，董事会里他们就占了两位。我不是挑拨你们之间关系，我是出于对您和公司的利益考虑。一家人的利益，总不会跟您和公司的利益一致吧？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，小黄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季总，其实我家里催着我结婚，我也是无房户。我也不是跟谁争，我也不是跟谁抢，但是开发一灵通，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太突出个人，大家心里会不平衡的。对不起，您就当我瞎说好了。林大哥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看。小黄啊，我前后已经给了你10万了，不少了，啊。林大哥，你要既然跟我提钱，咱俩就把话说开了。我帮你把最大的一个对手打下去了，你起码能赚得上100万吧？跟我这点比起来，只能算是九牛一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现在连买房子的钱都没有啊！好吧，快人快语，你说吧，还要多少？10万，十万，这还差一半呢。其实，你要不愿意给也无所谓，反正要给我钱人多着呢。比如说廖明涛，我只是觉得呀，不能坏了咱哥们义气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么说定。那好，咱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先走了。林总，这是老爷子让我给您的一份文件，他还让您给他回个电话。嗯。哎，爸，我那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对了，你们研究怎么样？我觉得阿云办时装公司是个好事儿。他当初啊在日本学的就是这个专业，回来以后应该学有所长。凌志，
你能不能直入主题？啊，我已经找了底下人，跟北京时装界的一些专家讨论过了。他们呢，有这样一些意见：第一，我们投资规模巨大，1000多万的资金，一年之内很难收回来；第二嘛，就是我们对市场的发展过于乐观，风险性估计不足；第三，就是你选的这个云商品牌跟我们集团统一的 CI 标识有些不符，集团的这个广告力度啊，它很容易被分散。然后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这么多这样那样的意见，你就直接告诉我是成还是不成。小云，大家的意见呢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先缓一缓？点点走。哎，你这畜生，给你吃给你喝不听主人的话了是吗？走。云云这丫头脾气越来越大。爸，我是想让小云学有所用，可是你看她……好了，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听下来了，先把公司注册下来。喂，找谁？请问林小姐在吗？林小姐。喂。你是谁啊？林志，你把电话挂了。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嗯，去听音乐会。你这身衣服倒是挺漂亮的，不过你这儿是不是露的稍微多了一点啊？这叫晚礼服。小玲，把我的领带拿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拜托，有你在我欣赏不了音乐。一个男人，以前没见过。我知道了。三点的咖啡。谢谢。三点的咖啡，请慢用。林小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谢谢，让我们共勉。相信你一定能成为像基拉尼和尼克米勒那样的世界级时装大师。谢谢你对我的鼓励。不过，我的公司现在刚刚成立，正在筹备发布会。我已经设计了8套秋季的休闲系列，希望能参加国际比赛。你父亲这么大个实业家，要把你推出来还不容易。我是这么想，可是他不这么想。除了把我注册了公司，其他的还八字没一撇呢。哪个做父亲的要有你这么个漂亮女儿，还不都当成命根子？Yeah.
我不是什么老板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你就是老板。我这样，什么样？就这身行头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身衣裳，给他穿上，给他穿上，给他穿上，那都是老板。得了，你别谦虚了，你就是一个大老板。我跟你说，我只是老板的一条狗，我老婆都看不上的一条狗，知道吗？一条狗。咱回家吧。回家？咱不回家。林志，啊，爸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？找女人去了？您说什么呢？我哪敢呢？你这点花花肠子，瞒得过我的老江湖？哎，男人找女人很正常。云儿就在你身边，你不觉得过分吗？其实我不想说，可是凌云太过分了。云儿怎么了？您知道吗？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他从来就没让我进过他卧室。云儿那儿我去劝他。你是男人，拿出点男人气来。我们林家从来不出窝囊废。哟，媳妇儿回来了。啊，我来。给我。啊，喝口橙汁儿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殷勤啊？啊！老公伺候老婆嘛。你让吴晨把你的被子铺地毯上，我洗澡去了。不过那是我分内的工作呀，啊，谢谢卡尔先生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好。这篇调查报告说，智能汉化专家啊，他利用东升软件连锁店市场占有率第一，易灵通呢占有率第二。由于人们对外国软件的这种排斥，我们的神州易霸只能屈居第三。凌志这个老家伙，居然吹嘘自己永远第一。白日做梦，范经理，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差错？
L 和 E 这么大的差别，你们校稿都干什么去了？这么大的字都没有看到。这是印刷厂出了错，他把两张片子搞错了。我不要听你解释，这十万张招贴就因为这个字母的错误全部报废了，这20万的经济损失谁来承担？啊？更要命的是，你把整个广告计划全部打乱了。你没有看昨天的报纸吧？啊？你好好看看这篇市场调查报告是怎么写的，我们被排到了第三。你一个广告部经理居然对市场反馈这么迟钝，都干什么去了？行了行了，你现在马上去印刷厂把这个事情给我彻底解决。哎，菲利普，这事怎么办呢？你给人事部经理打个电话，叫范经理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可是谁来管广告这摊子呢？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？我要亲自来抓广告宣传。哟，黄宇轩，哎呀，终于来了！你快快快快快，我实在没时间了，你帮我把这段程序做一下，好吧？哦，对了，你怎么样？身体怎么样了？好点没有？不好怎么样？反正我是来打工的，我得挣钱买房啊。你怎么了你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窗口那把转换程序你做完了没有？我们等得急着用呢。怎么了？您着急了？是不是怕我耽误您出名啊？啊？文轩，你说话有点过分了吧？过分？过分？你还说我过分？什么功劳都是你得的，什么好处你都占了，你还说我过分？季总调我去通义开发软件，你就是不放。你不就是怕我比你强吗？你不就是想压住我吗？你不就是想把公司变成你们家的天下吗？王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你怎么这么想的？好，算我黄玉轩胡说，好吧，我胡说。老子不伺候你了。哎，黄玉轩，怎么了？魏毅，你们怎么了？来，收银，这是你刚才要的单子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烦我了，好不好？魏毅留你，那你也清楚啊，就为了推出那个升级版，这是迫在眉睫的事儿呢。再说，把你调到通义组，那是我的提议。怎么能说是我们一家人压制你？薛老师，这话算我错了，我收回。但是我的的确确有个人的实际问题啊。马上就要出成果了，这里边也有你的心血，怎么就能够轻易的放弃？其实我也不想走，但父母非让我回去，他们急着让我结婚啊。哎，原来不是说好了，把你的爱人调到北京来吗？我没房啊，徐老师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是魏一那套房，他说了，给你住。徐老师，这哦，我们家有地方住，啊，拿着吧。广告是自从谁？赶快想办法。哦，林总来了。我们今天开一个集团老总会，所以成都方面的吕总，负责市场的魏总都赶来了。大家主要就集团软硬件的发展谈谈看法。阿芝，你先谈谈吧。我们北京公司呢，承担了集团的软件开发工作。那么至于工作的成效，大家可以从媒体的反应上看出来。我们的智能汉化专家已经达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，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著名大公司新视窗。当然，这个成绩跟总裁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。啊，我们的发展战略是，在完善汉化软件的同时，在丰富软件开发的品种，啊，比如说，
财务软件、杀毒软件。所以呢，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软件开发上加大力度和投入。开发软件的确是林总的英明决定，阿志呢表面上也做了好多轰轰烈烈的工作，不过经济效益距离我们原来预期的增长点差了好多。如果不是扎着我们的电脑卖啊，恐怕经济效益更低了吧。我不同意李总的看法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北京公司的软件刚刚起步，自然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再说把智能汉化专家捆绑在电脑上销售，利润自然会很低了。我们东森集团是以硬件建仓，公司的主业是计算机转机销售。如果把智能汉化专家这么一个软件单独拿出来销售，肯定会增加销售成本。销售增加成本，这话从何谈起？全国150家连锁店，顶多是每个连锁店增加一个软件销售员，这也谈得上增加成本？我认为集团呢，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庞大的软件公司。我觉得大家还是多从集团的利益考虑，不要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哎，吕总，我不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个发展自己的势力指的谁啊？在当今的 IT 业，如果还有谁仅仅只抱着硬件而不去开发软件，那对不起，我只能说他是井底之蛙。好一个黄毛小子，口气不小啊。林志，虽说你也是集团的副总，但是你还没有资格这么跟吕总说话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谈工作就谈工作，有理说理，没理别出声。没事，搞什么人身攻击呀？你小子才来几天，懂不懂规矩啊？你是厉害了啊！这是怎么的？你是厉害了啊！爸，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软硬件之争，软件的高利润值，吕总他们不是不知道。要我看呢，他们就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。哦，他们认为是您的兄弟就可以盛气凌人、固步自封。爸爸，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我们早就应该抛弃了。什么家族式管理？他们要不是我的亲天弟兄，能死心塌地的跟我干吗？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家长也该退位了？不，告诉你，要不是为了家族，你他妈是谁我还不认识呢。林哥，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你瞧着，早晚有一天，只要老爷子一死，我把他们全都赶走。你们四川人呢，就是爱激动。你应该哄着点老爷子，要不然不等你被他们赶走，他把你先赶走了。我是个女人，知道女人的心思。你那个老婆，以后啊，指不定会怎么样呢。我说你话里有话呀，啊！好了好了，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什么？算了。再说了，赚钱的路也不止一条。我认识一位大哥，生意场上的人，很有钱。哎，我这个酒吧就是他赞助我的。是吗？我可以让你们认识认识，说不定啊，还能探出一条生财之道呢。喂，你好。啊，真对不起，林总他不在。啊，王总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啊，我记一下，好的。6238476161，啊，好，
好，您放心吧，王总。等林总回来的话，我一定让他给你回电话，好吗？好，王总再见。哎，总裁，志南，他还没有到。他去哪儿了？都两天没回家了。他什么他？他好像和酒吧那个女老板，叫美芳的在一起。美芳。 爸爸，林总，我给您寄了几个重要的电话需要您回，知道，还有几份文件等着您签阅。王总，小关，你先出去。是，总裁。爸，你看你办公室的样子，再看你自己的样子，还像个总经理吗？ 近期销售排行怎么样？好，拿过来。 降到了第三位，你这个混小子你！哎，爸爸，灵芝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把你扶起来，我也可以把你赶回乡下去。林总，你们东升连锁店在国内也是很有实力的。 怎么能想到让我们联邦做总代理呢？老陈啊，我是有苦难言啊。我们集团向来是硬件派、软件派水火不相容。你也知道，这东升连锁店本来就是个空壳，我们公司内部呢又是硬件派的天下，他们根本就不好好销售你的软件。最近排行榜下来了。 老爷子又是劈头盖脸把我臭骂一顿，算算算，家丑就不多说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陈总，这次一定得拉兄弟一把。林哥，你们要是谈成什么生意？ 可千万别忘了，是我给你们签的线啊！怎么会呢？有我的，就有你的。来，这个酒吧都是以实物取证。哎，他们来了。这个婊子！林哥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啊，林哥，这位是曾总，这位是林总。你好。 贱货！你站住！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丈夫。真没想到。 凌云的老公居然是东升的副总，这事儿你怎么没早跟我说？我不是今天跟你们介绍吗？你倒好，把人家老婆都给泡了。哼，他不是把你也给泡了？那谁叫你喜新厌旧的？哼。好了，你替我跟他约一下。 我请他吃饭。你说他能来吗？这就要看你的了。
那我试试看吧。最近酒吧生意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到时我保证把他拉来就是了。曾哥这个人啊，你也知道。再说了，在北京混事情，总得有这样一个朋友。关键时刻，真能帮你一把。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人，跟他们这号人，井水犯不着河水。你在公司的地位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不考虑一条后路。再说了，人家曾哥请客吃饭赔礼，你应该给这个面子。我给他面子，他给我面子吗？你这个人啊，真犟。对我们男人来说，女人不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道菜，再可口的菜，啊，天天让你吃，也得乏味。所以要换家馆子，换个口味。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标志是什么？那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家，要吃尽天下菜肴，品尝人生百味。美方就是我两年前尝过的一道地方风味。你别紧张，我摆的不是鸿门宴，是同心酒。最近你们公司生意怎么样？一言难尽呐。现在软件生意并不好做，我们公司呢，处在新视窗和超越的夹缝当中，销售量是直线下降。我那个老岳父三天两头冲我发火。美方跟你说了吗？我也是做软件生意的，但是门庭若市，生意红火。那您？不瞒你说，我是做盗版生意的。盗版？怎么了？吓着你了？我是不敢做这个的。做盗版风险太大了。要想挣大钱，就得冒大风险。做盗版生意，是你们做正版生意的成百上千倍。要说风险嘛，那看谁做了。有路子，有后台，做起来就顺风顺水，风险等于零。我在香港就有两条生产线，在上海、广州也各有一条，现在生意如日中天。在这个社会上，胆儿大的挣大钱，胆儿小的挣小钱，没胆儿的不挣钱。你说的对，生意场上嘛，向来是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啊。好，你要是开窍了，咱们可以合作。这个事儿嘛，你让我再想想。进来。林总，超越公司的一灵通升级版已经推出来了，用户反应很好。我们的连锁店每天都有好多人来问，为什么没有一灵通的升级版？超越是不是不想让我们东升做他们的代理了？我再问问他们吧。那好，林总，我先走了。
喂，曾哥吗？是我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谈合作的事儿。这次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这套设备是新上的，我们生产的光盘，在质量上很下了功夫。这些都是国外最新的软件和游戏光盘，咱们这儿印的就是钞票。哎，你们这儿连 Windows 2000都有啊？这正版可没出来呢，你这儿不会是测试版吧？我这儿绝对的是正式版。哎，那个自有那个的门路。不瞒你说，我的计算机上2个月前就已经装上了 Windows 2000的正式版了。这张盘目前在市场上很好卖，我每天都要往中关村发10箱货。曾哥，我想马上在市场上见到这两张盘的盗版。想用它搞乱他们的市场，这好办。明天我就让你在中关村看见神州易霸和易灵通的盗版。找你们经理说有技术支持，结果没有，你们这不是骗人吗？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。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对不对？什么事儿啊？徐总，这位用户说我们不提供技术支持，要求退货，可是他买的是。我是看你们广告慕名而买的，我用完以后有需要技术支持的时候啊，你们售货员说没有技术支持，你们这不是骗人吗？你别着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来，您在什么地儿买的？中关村电子市场斜对面一个小商店。多少钱一盘呢？20元。门口还卖10元呢，我没敢买，我怕是盗版的。你这就是盗版，我们的正版零售价是180块钱，而且我们还有售后服务卡。我这张盘也有服务卡啊。可是你的卡上没有我们的防伪标记呀。嗨，我们没软件，谁注意这事儿啊？那你干嘛不去电子商城买正版的呀？那不是贵吗？真看不出来啊，这盗版的做得这么好，跟正版的一样。这样吧，您把这盗版盘呢就放在这儿，这件事呢由我们处理，给您一个正版的易灵通，您只需要补足差价160块钱就行了。那你们不就亏了吗？我们是为了维护易灵通的声誉。160块钱给您，正好。好，来，给你，记住了，便宜没好货。嗨，不过呀，这盗版盘到处都是。谢谢你啊，给我们提供信息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哎呀，子嫣，以后凡是买了盗版找上门来的，一律让他补完了差价给正版。可这也不是根本出路啊。我们得采取对策，这样下去盗版会淹了正版的。我们在报纸上打一个广告嘛，凡是举报易灵通盗版者的，咱们给他10万块钱奖金，怎么样？魏毅，打击盗版那得跟政府配合。那我们去找福金生嘛，听说他们市局啊新成立了一个信息犯罪管理中心，他就在那工作吗？我真想去那个用户说的商场去看看。小姐，要软件吗？10块钱一张。这是正版吗？现在正版和盗版没什么区别，可是价格上就差远了。哎，软件啊，软件啊，10块钱一张。小姐，要点什么软件啊？有易灵通的软件吗？有啊，升级的，180。哟，这么贵，你们可才卖10块钱。便宜的，便宜的也有啊。我们要的多，能不能再便宜一些？哟，这我可做不了主了，您问问我们老板吧。我们在清华计算机系毕业以后啊，市局就成立了信息管理处，专门打击在计算机领域里的犯罪行为。我呢又是学这个专业的，你知道我爸是老公安了，在他的介绍下我就到这儿来了。那太好了，老同学了，能帮忙的我一定在所不辞。
但是啊，我们的对象是盗版的生产者，那么现在市场上卖盗版的呢，属于工商部门在管。我也希望你尽可能的给我们提供线索。那小姐，想听点什么？翻译软件。翻译软件我们有易灵通、神州易霸、智能汉化专家。哪种好一些？当然易灵通了，最新的升级版，消得最快，当然价格要比那两种会贵一些。你们一天能销多少？少说百十来张。你们进价也就两三块钱吧。你们那叫买不买？买啊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进的货？有毛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你们这些吸血鬼，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价值却被你们不劳而获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想干嘛？干嘛？我要举报你们！你老夫人，买不买？不买，走走走走走！你拉什么人？推什么人？你走走走，出来！你怎么样？让人。